我的小摩托来了，小巧可爱车身，拿取轻便，加有二胎的，装上旁边的小副驾，单座秒变双座，再装上副驾侧边轮，安装简单，装好就可开动了。脚踩油门前进后退，双人座椅180斤可玩，还带音乐早教，精致车头带有 LED 大灯，带上我的小摩托出去兜风了。早上着急送儿子上学，装上安全座椅，一键启动多功能中控，带助力方向盘，还有音乐早教，双开剪刀门，超强承重我也可以坐，速度3到7迈，霸气车头带闪亮大灯，儿子坐里面，我在旁边可遥控。你一定没见过这样的飞机，配有手拎俩座椅，可拿可抬，两侧机翼可手动放下，机头还带有一个螺旋桨，安装上就可转动了。遥控器还可遥控360度旋转，带有万向轮旋转顺滑，舱内带有仿真的操作手柄和战斗声浪，还有豪华座椅，快给你儿子安排上吧。复古亲子车，我自一花一剑，自古云中缘，留下一生一剑，漫山风雪，我在一生一念，杀个功夫片，继续言语里情感。小一送姐弟俩的新玩具，车身坚固，脚踩不坏，脚踩油门前进后退，姐姐主驾，弟弟副驾，精致车头带有置物架和 LED 大灯，冬日暖阳，快带上孩子去玩吧。来了来了，熊猫遛娃电动车。OK， 带你上阿拉街的 boys， let's go。装上简易餐盘，音乐早教盘，皮质座椅带5点安全带，还能360度旋转。小孩哭闹坐里面，一键开启哄娃模式，上下360度摇晃，万向轮推动轻松。双十一买了很多快递，怎么拿回家呢？闺蜜她说来接我。快递放后背布袋储物兜，你坐前面，我坐中间。车车质量不错，两个大人照样能开动。还是全身钢架车底，4轮避震减震。越野车型还能轻松下阶梯。唐巴迪独行侠，双开车门，超高底盘下阶梯，悬挂避震减震，加固钢架底盘，霸气越野正版车头，超大座位空间，超强承重。钢架 UTV， 给我买了辆 Vespa 正版授权摩托车，装上小孩需要的辅助轮，仿真的电动车型，是脚踩油门驱动，辅助轮旋转顺滑，加宽加大座椅，还有音乐早教，酷炫车头带有大灯，还带反光镜，仿真的尾灯设计，沉重也很不错，带上妹妹一起去玩。UTV 越野，等等，先别划走，我要跟你说，我爱你，我老爱你了，真的真的。他说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，让迷失的孩子。
仿真飞机造型，带有手拉杆拿取方便，舱内是仿真的操作中控，还有螺旋桨，可转动摇动，两侧机翼可放下，可遥控360度旋转，快带你家孩子去玩吧。唐巴迪独行侠，